主料，小油菜500克，辅料蒜蓉盐油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小油菜洗净控干水分，锅中放入油，油热后爆香蒜蓉至金黄色，马上放入小油菜，又用大火翻炒，炒到菜变软即熟了，加盐调味，出锅。烹饪技巧要用大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